上台的心思我来的面子是一定每一天会在你的心中。欢迎你现在是那个三个主持人来合作you
将咱的目睭提起来，咱将咱的手放伫咱的面前，咱要对咱的主来讲，亲爱的父，每一天我要用祈祷来到你的面前，对你讲，我生活的大小事，我要对你讲，我的欢喜，甲我的忧伤烦恼。恳求你，予我伫顺境也是逆境，我拢会晓要来学好你，来晓得你的稳定。求你予我的性命，因为有主搁较提升，因为有主搁较成熟。求你予我搁见晓，甲人分享我的软弱，甲我的痛苦。因为伫我的软弱，我要看见你的大宽容。主求你伫我祈祷的时，予我当欢喜，嘛拭去我的目屎，亲像老爸咧安慰伊的儿子。咱再来研究我每一摆我祈祷。